在练 kickboxing， 这个是我的爱好，但其实我是一名全职的理财规划师。在成长的过程，因为成绩也不是很优越，类似的成绩永远是拿不到奖学金，永远是拿不到资助的。在我毕业之后，我做到成绩之后呢，我就设定了这个奖学金来鼓励以后的学生能在可能说最后一年的时候发奋图强，就算他之前的成绩是平平淡淡的，那如果他用一年的时间创造一个新的成绩，一个新的目标，就等于一个新的开始。除了颁发这个奖学金以外呢，我就会跟这一群学生互动，互动不可能是关于他们家庭啦，如何读书啦，怎样做更好，甚至是想法。我欧水准的时候呢，我的成绩是 L1R4， 就五科而已，就28分了，是多么的差。那因为呢，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肥胖，然后我就被霸凌，又在家我的那个性格很内向，人家欺负我，我也不说，所以我就花很多的时间找一个出口，我就去打电动，去玩游戏，每天可以玩24小时。事后呢，我就发现到，其实爸爸妈妈真的很辛苦，因为他做的时间非常多啊，非常长，10多个小时。我就领悟到，其实赚钱非常辛苦，我就下定一个决心，试试看，挑战自己的极限，可以不可以是读书的料。那当我做了那个决定之后呢，我的那个分数从一个2.3、2.2就变到了一个3.8、3.94。所以当在我伯利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还进了那个 director list。这十年，我学到一个东西，没有能不能，只有要不要。当我们够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肯定做得到。打电动、玩游戏不如玩人生。工作赚钱也是跟打游戏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做到的是全方位成功，健康上一定要好。我去打 kickboxing， 甚至学一些 self defense 的东西，所以让自己活跃起来。他在读中学的时候是非常叛逆啊。真的很叛逆，不听话，脾气很坏，学业很差，讲他什么他都不听的啦，就一直喜欢玩电脑咯。我们看了也是很伤心啊，他是在玻璃的最后一个灯，他就发奋图强，然后就是开窍的，就开始开窍，什么东西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学，我看的也是很开心啊，就算我再怎么不理他们，他们还是在我身边。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父母的爱，才可能融化了我那个叛逆的心，让我去对生命做一个重新的一个选择。妈咪，thank you， 真的很感恩有你跟妈妈做我的父母。OK。我也是很高兴有你这个孩子。幸好转回来了。幸好你回来了。